你好，要什么？怎么是你啊？我去买磁带。叔叔说你在这儿。东西都说完了，先放那儿吧。我听你爸说，还在想成绩的事儿。我爸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啊？怎么了？ 你不是挺想得开的吗？高考能想得开吗？成绩一步路上就得奔五路，五路能有什么好学校啊？到时候你们都去北京了，就我一个人，孤孤单单的，背着行李，不知道去一个什么鬼地方，大半年都回不了家，也看不到你们，被人欺负了还没地方哭，笑什么笑啊？你是过来看我好欺负的吗？ 你很开心是不是？看我考不上。我没有。生气了？我不听。应该你想的我曾经多冲动。 谢谢你的冰淇淋啊，心情有没有好点？嗯，一点点吧。看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陆文。 我考上陆文大学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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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考上陆文了！陆文大学！我知道了。你怎么才告诉我呀？害我担心那么久。早就想告诉你了，你一直不给我机会。啊，对了，你考上什么了呀？白川大学。真的？ 不对啊，我这项估分明明不高，怎么会考上陆文呢？今年数学特别难，发挥失常的又等升很多。大家的数学分数都拉不开差距，可能是因为你的语文和英语比较好吧。分数走运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蓝天野，今天谢谢你来陪我。白痴。还有你的好消息，和冰淇淋。 就没了。我今天没卖出去几盘磁带，买不了什么东西给你。要不我送你盘磁带吧，你看你要什么。把这个给我吧。 来这儿能行吗？要不你挑个地方。算了，就买这儿吧。说不定十年之后挖出来也是个古董呢。嗯，这得挖到什么时候啊？差不多就行了。月黑风高，杀人夜。蓝天野，哪里狗命来？朱灿灿，你想进去了是吗？待会儿成功。哎，松手。
要休息一下，我们换个班。不用。小太太，你放的什么呀？我的歌词本。纸在地下不会受潮吗？我早有准备，放在这里啊，肯定不会潮的。这是最能代表我高中时代的东西了，真舍不得。这个小镜子是我初三就买了，跟了我四年。亚婷，你放的是什么？这个，这是我刚学大提琴的时候，我妈送我的，很多年了吧？嗯。这个丑不蛋肯定是蓝天演的。林家泽，这个随身听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意义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每天都要听，跟我的时间比较久罢了。哦。哇，今晚月亮好圆呐。美美丽，你真没文化。用夏目漱石的话来说，今晚月色真美。切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嘛，就一句大白话。今晚月色真美，今晚星星真亮。我也会啊。那个夏目漱石谁啊？就是日本一个作家。这个作家也不咋地嘛。这句话是有典故的。挖好了吗？好了，你要不要进去啊？什么典故呀？夏目漱石在当英文老师的时候，让学生将 I love you 翻译成日语，大部分学生都翻译成我爱你和我喜欢你。但夏目漱石说，含蓄内敛的东方人并不会直白地说出我爱你。别添乱行吗？所以，今晚月色真美的意思是 I love you。